一点不够。那我先简单问一下，应该可以，有没有听到过我挑？光蜡烛是什么昆虫最喜欢的？对，因为它会煮一种汁，因为它会煮一种汁，所以那个鼓掌可以吃。那它的时间大概在夏天吃，所以还不会那一定是等到之后起来的时候，旁边的再慢慢它会进。好，那我们就慢慢。很有完工，很有完工。我了解。其实第二名，但我相信就是所有住户，不管开车或什么的，主要住户。那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农业，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有没有？我们就特地找了几棵大树，这几棵大树，这个就作为迎宾树，好，希望说让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有没有？传统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叫迎客松？对，迎客松长出来有没有？因为人走从树下走过去，会有一种回家感。那因为我们在这边是我们社区主要一个路口，所以我们去选了几棵大树当做迎宾树。然后当你回家的时候，就从树下经过，好像回到一个自己温暖的家一样。然后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树都故意种有一点歪歪的。对，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跟人更亲近。那这四这边总共有四棵，这四棵树有没有？这四个比较大的树都是乌桕。它叫乌桕，它叫乌桕。对，它到冬天的时候，从冬秋天到冬天，它会转红叶。那如果天气够冷的话，它整个会变红，所以会不输枫叶。那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半日照，所以树在选择上面就要属于偏耐阴性的，像红，这个是红兰，这是菊螺，这是树脐，这些都属于台湾原生种的动物。啊，像红兰，这个红兰在山上，当然有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猪脚，到时候大家侧面可以看一下，因为它叫猪脚兰，是因为它的嫩叶嫩芽在刚起来的时候还没开，还没展开的时候，很像一只猪脚，从侧面上也在用猪脚，所以当对很好吃。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好，然后这一定会被限制，所以在庭院里面树长势会比较慢，好啊，然后会不会这样嘛？因为感觉有被削过啊，对，因为移植的树，我们这个移植的对，那移植的树它有个树地性跟树地，树地一定会有一段时间的阵痛跟病。也不能，我们公司希望，我们公司来种树的时候，希望有树只会做一些树枝，但是树的过程中，因为第一个它在山上有点厉害。那或者是运动过程都会，因为它一定，它现在是果，它是离子果，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呼用。澳洲茶树，对，茶树精油就是从这个提炼的。你们说我们可以先拔树枝？不要拔了，不要拔了，因为今天是为了让你们知道。我很怕说他跟大家讲一讲有没有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拔一点，拔一点，拔一点。规划你的方法，那我们一起来到这边一点。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里面的我们的整个社区的外围都有种罗汉松？对，每一面都有种，这个都罗汉松，不管在后院或是侧面，但是唯独这一面没种。对，这个为什么我要跟你讲？为什么不明显？有没有？这植栽以后再长起来会更不明显。那我看那边有种罗汉松，我看过去是看到他的罗汉松，那这时候是不是我跟他说，在操作时的人就是我吧，因为我们知道说。植栽就需要光跟水，但是因为我们是长在冬天生长，只有冬天从来起来的时候，太阳会集中在这个地方，再来就是看到它的光线，所以在空间可以营造，就是我们把尘吸入进来的空间，为什么这边种的空间那边那么小？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光线，一个是空间的比例问题，因为你空间要有吸收，你才会觉得庭院是一个有变化的东西。如果说我把整个庭院都种满，你会觉得说，它就是一堆树。没有层次。那当我把这边种了，这边把它放空一点，有轻重比例之分，有一个可以玩的地方，有一个可以逛的地方，那你就会觉得这一个空间是充满变化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层次，就是说中庭里面没有比较少，比较少设置人工的座椅，有几个可能需要成四颗石头是人可以做那种机器加工过的，其他的石头你看到。靠着木栈道旁边的，或者靠着步道旁边的，有些自然型的原子，因为我们希望是说，这个庭园是跟人家亲近的，而不是像我们去看有些那种公园或是那种欧式的社区，他们都会做花坛，然后人走的地方就是人走的地方，然后植栽又长在植栽的地方，因为这样你会觉得说，你跟植栽是一个分开的感觉，没有互动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人跟石头有互动，跟水有互动，
跟树有互动，因为我说树跟迎宾的感觉，所以这是我们在规划的一个手法。然后再来是地形的变化，特地做了这两个出水，不同的出水，一个比较现代式的去做一个涓流，然后再来是特地去找的这些石头有没有去做叠水，然后让水从这里面出来。我们在过这个步道的时候，你在从里面就可以听到水声，所以这也是跟人产生的一种互动的方式。对，所以当初就来做这个山的时候，就变成说，这一些在规划的时候都是会去思考，你们从里面看出来，等于说我坐在里面，我就在欣赏一幅画，然后我走出来的话，我就是来过我们的体验。然后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边有很多步道，但是每一条步道是相同的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步道做的歪七扭八，每一条都不行？然后人家放射状到处乱绕。不要专心。所以这个是幼鸟植物，是可以吃啊。珊瑚树，其实户外的果实我们都不建议吃，因为环境跟条件限制。水汽，然后夏天就会出现一个很好笑的情况，就是因为我们夏天都没有下雨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鸟很多，当我洒水器一开下去的时候，有没有鸟就鸟跑来洗澡？鸟来洗澡啊！小心小心。做不同变化的踏步，有石板，有自然的石头，然后再做一些不同的原型，因为不同的元素，然后去创造出我们空间还有动线上的一个丰富性。这样子，你看不同的路，我有大块的石板，也有石块，然后去做不同的路，让我们这边居民不同的。所以我们特地在做的时候留了一些空间去做，里面其实这个下面都是用金属不锈钢去做的一个直升网，然后去把植栽种上去，然后透过这样慢慢长。如果久的话，这一面都是我们讲的都叫圣泉，哦，都是属于耐阴性植物，然后它只要有水跟空气，它就比较水跟空气跟光线。好，我们先拿这个一样是它。所以我们需要跟一样过的感觉，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，然后来看这边哦，所以要跟一样，它所以要跟这种石头，一样大不同的比例去做。那我们这边有这种圣蕨跟曼龙，其实这个曼龙如果它长得好，我们慢慢会攀附到这个对曼龙，越举越曼，对，就是曼越美的曼，对，好，它就会越长越长，像到时候水池那边会有。